重病处理。我们来看内容。重病处理，疾病不论轻重，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，即为重病。重病主因是热能严重不足，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，按推患处为辅。处理后若还有病症，应按推原始痛点。重病，什么叫重病？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，一个就够，就称为重病。那重病处理方式应该怎么样？重点在哪里？补充改善热能为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应以外内热源为主，然后下面这一句重不重要？现在再这样大家来看，按推患处为辅，所以这个按推就知道按推要不要用力量？要。现在来看啊，要不然哦，异常形态还改变不了哦。哦，早上就不断跟各位强调，那一定要配合按推，而且按推要不要力量？要。当然，按推不管是他处体伤或按推患处，都要以患者怎么样能承受为宜，这个是绝对是最高标准啦。那同样按推患处，也有人轻碰就会痛。啊，也有人不会啊，你要大力按，像我这个啊，虽然痛但还能承受啊，就大力吧，哈，是这样，了解我的意思啊。其实讲到这个哈，我认为美兰这个脸哦，就是要大力，她那个是患处体伤，我上次帮她推哦，是蛮用力的，那个一定有效。你看我这一张脸都改头换面了，她那一张脸也可以换一换啊。如果肤是好不了的，我现在已经知道要怎么样。按推进去呀、啊，然后让热源进去呀、啊，那这个才能改善，好、哦，所以原来按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来了，要不然我们很多以前患处都是肿，然后就敷一敷就好了，其实肿可不可以按推？可以。肿起来了呢？还是只能敷？可以。涂姜粉泥啊，能不能大力按推？如果患者能承受人吗？可以，可以哦，很笃定哦。什么情况下才不能？有伤口才不能按推患处，其他的通通可以，只要没有破皮的通通可以、哦、所以这一点大家理解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认为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则。以前都是重用内外热源，按推患处好像大家都好像轻轻哎摸一摸啊，呢涂一涂，事实上不是这样。现在已经大家要改变观念，如果确定是患处体伤，加强患处的按推处理后，如果还有病症，那当然就是指他处嘛。如果患处处理了还有，那一定是他处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再按推他处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患者必须配合适当运动、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，必要时可用姜粉、姜粉泥或姜汤灌肠。以上处理方法除按推原始痛点属医疗外，其余方法皆属保健。由此可知，重病处理是以保健为主，通过外内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，以改善热能不足，增强体力，间接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。医疗为次，通过按推原始痛点，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，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。按推患处是属医疗还是属保健？按推患处嘛，配合按推患处，有没有？刚刚才讲过。那按推他处体伤是属医疗还是保健？医疗。那按推患处呢？这在哪里有写？变因施治里面有写，有没有？按推原始痛点是属医疗，但如果是属患处体伤，患处体伤能不能按推原始痛点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按推也没有效，那应该按推患处，对不对？那患处体伤是用医疗的手段还是保健的手段？保健嘛，医疗按推他处体伤，它可以立即解症，所以我们称为医疗。
按推患处你能立即解症吗？我这一颗大力按，按完还是患处啊，它没有效。所以这时候它不是要解症，它是要怎么样？按推让局部组织器官运作顺畅，帮助吸收热源，有没有？我在变音师室就有解，它是帮助吸收热源，那重点还是在怎么样？保健嘛，内外热源就是让它吸收的快，所以也是保健了、啊。你看运动，运动是医疗还是保健？保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也是运动，然后帮助我们热源怎么样吸收，要不然它运动组织器官也有运作啊，对不对？也会加强运作，但它加强的目的是怎么样？帮助吸收热源，来改善我们热能不足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于保健。那么按推患处，它的作用是解症还是要帮助热源吸收？帮助热源吸收，那是保健还是医疗？所以这个我们所有的属医疗的只有一个是什么？按推原始痛点才能立刻解症，这个才属医疗，其他的全部都是什么呀？保健，包括按推患处哈，以后不要再说按推患处也是医疗，那你医疗就应该立刻解症啦、啊，你也没办法、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。此外，不仅要尽量避免侵入性治疗及任何寒凉性药食，还要保持室内温暖舒适、安静整洁及空气流通，如此才能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。一、外内热源，处理重病患者应以外内热源为主，而外内热源的应用最好可以做到直达体伤位置，且在病情需要、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，可将温敷增强为热敷，如此才能加速自我修复、疗愈疾病。好，说实在哈，刚刚在讲哈，按推他处的时候是属医疗。那按推患处是属保健，因为它是配合热源，内外热源。要不然如果没有内外热源要加强它，让它吸收的话，一般按推患处是怎么样？没有意义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不可能不用内外热源，然后去按推患处吧？有没有可能？它肿，你还去继续去按？那你的目的是怎样？要把肿瘤到消吗？那是不可能的嘛，对吗？那你们都知道不可能，那就是无法解症嘛。所以它是配合着内外热源，那既然配合它，就是好像保健来加强改善。所以基于此我们说按推如果以患处还是算是保健。如果这样说，我们重病处理是重视医疗还是重视保健？那很显然真正胜负点是在保健。所以我们第一个题目就是写，既然是保健，那你要重视什么？外内热源。重病处理有几项，它第一个外内热源，对不对？外内热源就牵扯很多，我们现在要谈。那还要怎么样？运动，还有什么？休息，还有什么？心态。好，你认真再想想看，外内热源我们操作者可不可以指导他，甚至帮助他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运动，你可以帮助他运动吗？不可以。休息，你能帮助他休息吗？你睡你的觉，难道他精神就好了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心态，你能主动的帮助他吗？很难。这个可以开导他啦，但是你心情好，自己好了，他会不会好？那另当别论了。也就是真正操作者能帮助患者最直接的是什么？外内热，外内热源是最直接，因为他不会，没关系，不用讲那么多，我做给你看。也就是你们要展示的，简单讲，你们在这里当志工，真正能解决的按推原始痛点，他不一定会，你可以直接帮助。再来，能够操在你的是啥？外内热源，你要给他多少，当下你就可以决定，是吧？当然还要配合他的感受啦。那我们才给。所以外内热源在我看法，主动出击，我们在处理疾病不外就是按推原始痛点还有外内热源。所以也就是早期人家以为这个就是原始点三宝。那如果你再想一想，
中医为什么差三大疗法，一针二灸三用药啊，不就是这个意思了吗？那其他的保健呢，患者要配合。那也就是到了重病，真正能不能好不是你说了算，患者观念清不清楚，他愿不愿意配合，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但你的部分你自己要先怎么样把它搞定，包括外内热炎的使用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要的课程，也就是我们的本职，我们的本分，如果处理不好，你想帮忙也不一定能帮忙得了。就像这个啊，这个没有概念，如果人好你们早就把我揉好了，还要我出手吗？你们看到我这一刻，如果你们曾经有揉过，你们就知道怎么样办了，对吧？可见你们也没有，我也没有这种经验，但是隐约已经可以感觉得到，从去年我就知道了，除了外内热源还要配合怎么样按推患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患处我们先不谈，我们如何来使用外内热源。好，这里就提出了外内热源 最好要做到怎么样直达体香位置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原则。那 这个就是从去年开始教各位要怎么样姜汤灌肠，有没有？甚至姜汤清洗眼睛，有没有？甚至最后的姜粉喷鼻，甚至还有姜粉可以喷怎么样阴道，都来了。然后也可以用姜汤来灌肠清洗眼睛阴道膀胱，种种就出来了。好，那可以想见的，我们的外内热炎之所以能够大幅 扩展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因为我们要把热源怎么样直接送到体香位置。好，这是一个概念。那另外就是很多患者还有一个概念，就是他温敷他觉得不够热，有没有这样的患者？确实有。你看我们温敷假设温度都在37度到41度，这是我们最常使用的温度，对吧？对一般患者，但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哦，有些人这样是不够的哦，甚至要用到50-60度的哦。你们50-60度就啊，你没有听余教授讲他还用到80-90度的。但总而言之一件事，所有的热炎使用都是要以怎么样患者能接受。你们记得早期我在写姜的应用，姜汤姜重病要用几斤，早期有没有说几斤？有，好像在早期有写1-3斤，有没有？如果你们是资深的啦，应该以前有读过我的书啦，未必说资深就一定读过我的书啦。很多资深来只是凑热闹，但不读书的也很多啊。哦，所以如果你们还有印象，我早期是写1-3斤，有没有？甚至还有案例放给你们看，还有用到6-7斤，有没有？还记得那个年代吗？但很多人就提出那几斤就是错的啊，比如说3-4斤就是错的，我有没有写这个是错的？我从来也没有说是对或错，因为对错很难讲。那他明明用了6-7斤他才好，你能说他错吗？不可以，因为患者他对于这个量他感觉他很舒服，那很舒服就好啦，你要能说什么？那同样的有些人用几两就好，那你说哪一个对？所以在这样纷杂的情形下，我只能参考世界各地的案例，那大概就是1-1.5斤，有没有？我就这样把它定下来。那至于这个是合理量，我也有说过可不可以超量超限，当然也可以，后面会讲到啊，这个内热源的时候会讲到。同样按推，你们在处理重病的时候应该也有感觉，一般哎，这样大家都能接受，但也有遇到怎么样轻轻一碰他就受不了，有没有？这时候要用指腹。那、啊、你们有没有遇过重病的要大力按推他才有效？我也遇过。所以你能说哪一种是对吗？不行。所以按推是这样，姜汤内热源是这样，外热源的使用是不是应该也是这样？所以我怎么能说60度的就是错呢？他刚好60度他就是适合，然后他就能够解症。我也遇过这样，他肿就消了。然后余教授讲的各个推广点没效的去他那里，为什么有效？我把温度调高，
从温敷变热敷，哎，就有效了。就好像我们按推，哎，平常一般力道，啊，有些要揉到深层才有效。那这时候你要不要深层？要啊，当然要，一样的道理。我这样讲解你们知道。所以当我把温敷改为热敷，也就是有些情况要把温敷增强为热敷，你们敢用吗？你们就不敢了，因为你们会被这个原来的框框框住了。哎呀，反正温敷就是37到41度，超过我就不用了。大概会不会这样？会哦。啊，没有效，没有效，应该我的方法有问题，要不然你就怪患者。反正你要讲出一个理由，就是错都是你，跟我无关。哦，会不会这样？会哦。要不然就挑他饮食，要不然就挑他什么，挑出一个问题。好，你自己改进啊。啊，我是不用改进的，我这个温度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可以调整吗？当然可以调。所以我特别一开始把内外热源的应用就直接点出来。第一个要注意一个大原则，直达体相位置。然后如果患者在温敷没有奏效的时候，就要改为怎么样？热敷，增强为热敷。但前提还是要我写的，病情需要且患者还能承受的情形下，这个是要两个条件他都具足哦。如果他病情不需要，你要不要热敷啊？不用啊，笑的就不是愈烧愈好啊，对吧？哎，温敷有效啊，那就要改为热敷，对吧？所以还是以患者，那所以他要病情需要，也就我们在正常的温敷效果没有好，然后加上他还能承受的情形下，那我们就可以把温敷慢慢怎么增强为热敷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外热源效果发挥到极致，甚至这里面也指内热源哦，因为内热源要不要直达体相位置？要。那姜粉可不可以加辣椒粉？可以。所以这个也是从温敷增强为热敷的概念，因为辣椒是属什么？热。姜属温到热之间，但到了辣椒一定就是热了。那辣椒粉加进去，就有一点把怎么样温敷增强为热敷的概念。所以内外热源都可以用。所以这两个原则，现在讲的这两个，在内外热源应用上是不是都可以适用？完全可以。但让你们了解哦，原来内外热源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然后，所以我先摆在前面。你们现在重病处理不是这样写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旧有的15版不是这样写，所以15版这里内外热源使用，我也是大幅修正了。那这里都是比较实际应用上可以用得上的一个概念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外热源包括太阳光、温灸、温敷袋、电热毯、电热器、电热吹风机、远红外线、暖贴、姜粉、姜粉泥、姜汤等。可是窗口有无及病情需要，慎选姜粉、姜粉泥或姜汤涂抹或喷体伤位置，通过按推并配合其他热源，借由皮肤吸收直接温暖身体。我现在直接写有无窗口及病情需要，慎选什么姜粉、姜粉泥、姜汤，这已经点出一个未来的趋势，也就是我们的外热源跟内热源最直接能直达体相位置的产品是什么？就是姜的产品。反而它的应用层面将来会是主流。那其他的热源不是说不能用，而是配合着用，配合这个姜的产品配合着使用，不要搞颠倒了。包括我们现在常用的红豆袋，是在姜粉姜粉泥涂过身体之后，然后再盖红豆袋，而不再是说你也可以红豆袋或是用姜粉泥然后涂一些，不是这样。反正所有人来几乎都是怎么样，以姜为主，就好像所有人来我都给他喝姜汤，了解我的意思哈？那这样说来，姜的应用就变得很重要，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也是一个主题，所以让大家了解。但是现在我们基金会的使用，我看还不一定是以姜为主，对不对？还可能以红豆袋啦，怎么样种种。我认为这个既然是未来的趋势，以后就是这样用。好，那我们你看它在配合按推，通过按推
这些涂完之后，通过按推，按推有包括按推患处体香跟他处体香，我们这里就不需要提了。你他处体香将来要不要像这样按推，也是要嘛。那要不要温敷，也是要嘛。所以说到极致，到最后的他处体香跟患处体香，你只要辨证出来，处理都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那他处就按他处嘛，患处就按患处嘛。那他们的按法有没有一样？应该一样，我认为没什么差别。按推跟舒缓是不一样，所以之前我们还会想，那患处是不是就用舒缓的？现在看来，我的用词前置不是这样哦。我现在的理解是，患处是舒缓还是按推？按推也是强调这样。那这个按推就有包括两个，他处跟患处都可以，尤其在外热炎的使用上，是吧？好，这样借助还有其他的热炎，你看配合其他热炎哦。那表示其他热源是怎么样便配合它的，将就好像月亮一样，那其他热源星星一样，所以众星拱月啦、哦、那将以后是一个什么样，绝对是主流中的主流了，主导地位了，让你们也知道。那我们将来基金会的做法可能要全然的有一些改变、哦、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。内热源包括姜片、姜粉、姜粉泥、姜汤、生片、生粉、生汤、辣椒、胡椒、花椒、咖喱等，它们不仅可应用在饮食，帮助人体将食物吸收转化为热能，还可借由姜粉、姜粉泥或姜汤灌肠、涂抹或喷鼻腔、口腔，以及姜汤清洗眼睛、阴道、尿道、膀胱，使热源直达体伤位置，直接温暖器官。好，这一段很显然，热源的产品内热源是用什么？还是姜？哇，那你就已经点出一个了。要直达体伤位置最方便的东西是什么？姜啊！其实如果会看，一定看出我这一次的写法已经异于之前了，也就是把什么最重要的、主导的先提出来。因为原始点有一个概念，一定是先找大开关，有没有？甚至次要开关一一把它排除。我们按推是这样，同样在热炎，你看我叫你们念了一大堆外热炎，也叫你们念了一大堆内热炎，但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一定要提出来，外热炎是姜，内热炎呢还是在姜啊。你要直达体香位置就是灌姜，要不然要灌辣椒吗？你们不信灌灌看，还有什么比姜更是灌辣椒？我看你们就每个人受不了了，是吗？太刺激了。那所以姜刚好是适合怎么样一般人，然后又可以直达体香位置，内服外用，太好用。那当然这里还要注意一点，因为我这里一开头就写，除了要内外热源，重病处理要内外热源，还要配合什么按推，有没有？所以像这种一定是患处体香嘛，才要送到直达患处体香位置嘛。那这个要不要配合按推？要啊。如果腹部有问题，除了灌肠，还要不要肚子也帮他按一按？可以啊，可以按啊，绝对没问题啊，配合让热炎吸收啊，这个都绝对可以。甚至在外敷皮肤，然后就从外敷患处的地方怎么样下手，灌肠还有这样也是处理患处体香，直接在按推姜粉泥，有没有？这两者配合力量会不会更好？肯定会更好、哦、这个就是以后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些疑难杂症，简单讲，我现在最想克服的是什么攻克的一个山头是什么？腹水。腹水以后绝对是我们要攻克的一个，因为现在医学没办法攻克腹水，都是用抽水，那个抽到最后都挂掉了，绝对解决不了。中医也没办法了，我知道他们已经没办法，现在唯一有办法的就看我们了。那这一座山头要攻克，就是现在在讲的这些细节，就是准备让你们怎么样，就是把这个山头攻下来。那我认为应该已经几乎看到曙光了，我认为那个山头已经不遥远了。我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人登上去了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在外内热源的使用已经慢慢怎么样细腻化了，然后很多细节的问题我们都掌握了，但是说实在你们还看不到山头，因为我看你们在处理这些，不要说腹水，连那个手的水
你们都处理有问题，因为你们顶多就是擦一擦。然后我问，最近刚好来一次，啊，他们那一天刚好包扎保鲜膜，我就问，那以前有没有包？没有，我们今天才开始，那落后太久了。然后按推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按推换醋要不要？他水肿要不要按推换醋？还是涂一涂？现在才知道，还是以前就知道？以前就知道，如果不做，那是你们的过。知道而不做是过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知道还情有可言。如果这样的患者，你们涂再久，有没有效？效果很差，几乎等于你们白做了。等于来，你们这些患者是处理不好的。但你们处理不好，你们也不会去深思，再把我的书本上看看里面有没有答案。事实上，我早期就有写按推换醋，最后书本好像都改了嘛，要按推换醋嘛，配合按推换醋。但你们这个字眼都忽略了，但这个字眼恰恰是怎么样，非常重要。那所以你们在看这个，你们也要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按推换醋，还可以不可以配合按推姜粉泥，都可以啊。所以看了这些，你们就要全部都联想，把内外热源全部都使用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来。其中姜粉因为干燥可附着在体内较久，所以用于灌肠或喷阴道鼻腔，比姜粉泥或姜汤更能温暖器官。总之，外内热源之姜粉、姜粉泥、姜汤既可直接用于体伤位置，亦可在其中加入辣椒粉或辣椒水，使温敷增强为热敷，以改善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，加速修复体伤。如此处理不仅有助于解决各种疑难杂症，还可使腹部重病患者转危为安。但法无定法，所有外内热源的使用最终仍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，感觉温暖舒服为最高原则。这里提出一个，同样姜的产品有分姜粉、姜粉泥、姜汤，那如果要温暖器官直接进去体内的，以什么最好？是汤还是泥还是粉？是姜粉。因为怎么样，我们体内都是湿的，那姜粉是干的，可以附着在体内时间怎么样？时间久，所以更能温暖器官。简单的讲，如果用在灌肠，马上就立即显现，因为你姜汤灌进去停留不了多久，它一下子就怎么样拉出来，达不到要温敷的效果。但姜粉会不会这样？不会，灌了甚至明天你都不用拉，正常啊。所以它可以停留久，所以我自己试也是这样，你喷鼻也是一样，姜汤喷鼻，跟姜粉泥涂抹鼻腔，跟姜粉喷鼻，哪个最快？姜粉，但很刺激就是了，一喷，整个脑袋都冲到脑门去了，你知道？然后好像这里所有脸部的七孔啊，好像全部都影响到了，有这种感觉。尤其最明显的是怎么样？眼睛开始流眼泪了。有没有哦？冲上去，哦，刺激到一直流眼泪，然后还有什么？鼻子，哦，很呛，哇，这两孔也通了，然后脑门好像也冲开了，然后咽喉，哎，也改善了。你看咽喉有时候要从嘴巴喷，它事实上它直接喷就可以。所以到最后，我认为灌肠应用最大的是姜粉，没有其他的。姜粉它的作用是最快最有效，然后又停留时间久。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几天 Luna 陈经理他们一直在试什么姜粉的操作，希望让患者自己也可以用管子自己操作，达到这样。那以前我们没办法，虽然我们这里研发只研发到怎么样，管子要靠人家来喷，那自己就可以怎么来达到那个，先卖个关子，等一下就会操作给你们看，那这样就方便多了，叫患者看影片，你回去就照这样操作。啊，如果我们这里来，像亚特兰大他们已经直接就开始了，他们现在已经隔间说完马上做，患者来马上灌姜粉，他们可猛了。听说还有一个停尿的，哦，已经好多年了，他们就灌姜粉照样有效，高兴死了，马上灌当天就有效了。我知道那个已经很久了，反正医学医不好，但他们现在讲完他们就怎么样，讲完就做。
我们哦，基金会不是，我们讲完，大家互相观望一下，然后犹豫一下，互相探听你做了没啊？然后讲了，那个探听完又隔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没有人做，然后最后给你们一点压力，真的有效啊，要做哎，好吧，要不然我们偶尔来做一下看看，偶尔哦，也不是常常，所以你们也不用什么布帘，什么都不用，那回去顶多就是自己如果有灌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我们好像真的动作都慢了半，不止半拍，我认为一拍都有。我是亚特兰大讲完，他们就把我案例做出来了，已经有这样的案例送过来了，那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这么猛，说做就做。我才一个月前去的，现在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。